我现在在热爱八晚会的后台。你还挺好看的。我还想看人鱼。来，看好了，3、2、1，自己萌萌自己。这一个二个在干嘛？你看这个，哎，你好有那种。那种日本动漫那种感觉，我说你好像那种日本动漫那种感觉。日什么动漫？日本。传奇人鱼，你看，宫崎骏。这个是我们第二次参加618，应该是，所以说呢，感觉还挺不错的，对。这段删了，现在不好，现在重来一遍。来，这到底做啥好看？有。关了吧。
妆没了，那太帅了。下班的心就是摘得这么快。下班。风雨还小。满满都是满。今天比昨天好很多。咱们状态都。祝福林思远。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在那个什么？我们之前不是之前。我们上下班的那个上下班的那条路上，对，我给你们看少年之名上下班的路，对，那时候我们在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路，尤其是看到前面那个表，哇，天哪，哦，有那味儿，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哦，那个时候也是，那个时候也是咱们，好累啊，也是这样的考试课，到现在，明天公演了，明天要公演，明天要施工了，啊，明天几公啊？六公了，也是，咱们出来都好多舞台了。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高速。哦，有了，到了。啊，到酒店了吗？哎，对吗？对啊，对。就是就是。啊，真的是。这么看。今晚来我房间。哇。来我房间。舞台的问题。选管今晚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今晚应该开下会啊，今晚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吃朱艾斯顿吧，是吗？可以可以，大家每个人自费一下嘛。我觉得行，然后是当初的房间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四楼那个洗衣房外面不是可以出去吗？啊，每次都觉得好舒服，真的，那是我们唯一感觉有接触到外面。是的，要不然每天就是被福斯特压着，然后上班。哇，就这么快，是的，感受自由的空气，当时感受自由与温暖。故地重游，好了，这是我们启航的地方。再说一遍，宋开始启航的地方啊。